小和尚下山去化斋，老和尚要交代。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遇见了千万要躲开。走过了一村又一寨，小和尚暗思揣，为什么老虎不吃人，模样还挺可爱。老和尚悄悄告徒弟，这样的老虎最呀最厉害。小和尚吓得赶紧跑，师傅呀呀呀呀呀，坏坏坏，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来，心里来。小和尚下山去化斋，老和尚有交代。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遇见了千万要躲开。怎样一栽，小和尚暗自揣，为什么越来越高呀？你没有。